对于我们而言，缺少了氧气就等同没有了生命，是最基本的共同认知。那是因为氧气对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生命体都是必须的，就算只有一瞬间也好，如果氧气消失了的话，也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。大家好，今天的话题跟平常有点不同，但我相信依然非常值得大家讨论。在网络上有不少文章和投稿都有在讨论，如果这种如此重要的化学物质因不明理由而从地球上消失秒钟，我们到底会变成怎样？上面写了各式各样的推测，例如会被紫外线直射而烧伤，天空变得漆黑，气压下降而造成脑袋破裂，建筑物倒塌等等。但是现实上到底会变成怎样呢？于是我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如果地球上的氧气消失了5秒，到底会有什么后果。首先请想象一下，如果只有气体形态的氧气消失，那倒不至于会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。人类若然跟只有5秒没有氧气的话是没事的，毕竟闭气的世界纪录是超过了23分钟，大概就是现在这视频重看2遍左右的时间。而且世界上有种厌气生物，其生命活动及新陈代谢是完全不需要氧气，所以如果你就是那种厌气生物，请立刻关掉这视频吧。其次要考虑的就是当氧气消失的一瞬间，气压会急速下降23%，于是乎比如说会有可能让耳朵严重受伤，那是因为身体内的气压维持不变，让体外的气压骤降的缘故。事实上这种事情看似很有可能发生，但其实并不然。这种程度的气压变化还没大到可以造成伤害，被称为爆裂性失压的气压急降实际上曾发生过。1988年阿罗哈航空243航班机翼外里，在高度7000米的半空中，机体1/3以及天花板都被吹走，当时气压急跌56%。但爆裂性失压而直接导致最严重的伤害是骨膜炎，而且乘客里只有1名受伤。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氧气，脑袋也不会因此爆裂，请大家放心。然后有关于天空变得漆黑的推测，天空的颜色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，也就是说不会变黑。原本为什么天空会呈蓝色呢？那是因为空气中分子的不规则的移动令分子分布不平均，光线与分子的成分并没有关系，只是因为被分子群打散。就算氧气消失，因为空气中仍然残留着不少氮气，氮气分子便会折射光线，所以就算天空会变暗也只是一点点而已。那么这样说来岂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吗？那当然不是了，氧气是唯一能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伤害的东西。氧气分子单纯地吸收紫外线光子，并将其分解成另外一种原子，这种原子之后形成臭氧，然后臭氧再吸收紫外线。如果这个保护我们的东西消失了的话，短短的5秒便把我们置身于平常300倍的紫外线底下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开玩笑。如果
真的因为某种因素而令氧气停止供应五秒钟，请一定要藏身在阴影处。不，应该是说绝对不要踏出家门一步，当然也要拉上窗帘。更有趣的是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，如果氧气从化合物中完全消失的话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空气中存在的氧气只是地球上所有的氧气中的极小的一部分。例如，海洋里水分子中存在的氧气是空气中的1000倍。假如消失的这种氧气，海洋里水只会剩下氢气并蒸发掉。可是大部分的氧气均存在于大陆的地壳和地幔之中。哦，不是全部才对。氧气里包含了氧化物等元素及其他化合物。可以想象，氧气原子就已经构成了一半的地壳和地幔。地核里并没有氧气，因此氧气消失后会让地球轻了大约30%，重力会减少1/3，地壳和地幔的密度会变而导致向核心靠拢，因此地球的半径会缩小17%，自转速度会加快。这跟滑冰选手自转时改变姿势的话，旋转速度会增加不少，原理是一样的。质量愈接近旋转轴的方向，旋转的速度会加快。在旋转椅或者牛板上已经证实了此原理，所以地球变轻了之后是不可能立刻脱离公转轨道的。当然，质量减少的话，引力也会减少。要亲身体验这感受，比方说投铅球时要先转球，但如果要转的铅球少了一部分，旋转不是更轻松吗？那当然，这部分不能朝你的方向飞来。可是据万有引力所说，虽然质量减少而导致的引力减少，但半径不可能会缩小。换而言之，就算氧气消失，地球的公转轨道是没有改变，只是会变成没有生命气息的球体而已。所以别妄想要离开氧气了。归根究底，构成人体的元素的65%是氧气。氧气就算是只消失了五秒钟，我们也会被分解成原子。即使能进化成可以回复原来的状态，也要等上个数百万年，岂不是会错过游戏《战栗时空》的续集？显示卡也要必须换新的。总而言之，氧气是必须的，不可或缺。相反，地球上的氧气浓度提高到2倍，会变成怎样了？没错，打个比方，纸飞机应该会远比现在飞得更远，汽车行走同样的距离会消耗更少的燃料，人类会更长寿，或许变得更幸福。增加了的氧气，相信会提高我们的注意力、心情，甚至认知能力。这样，你不会认为植树的价值大大提升吗？然而，氧气浓度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是，就是地球会被巨大的虫子覆盖。虫的大小跟空气的氧气浓度有关。喜欢蜘蛛的人应该大有人在，但蜘蛛不被当作宠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极小的体型。可是单是增加氧气，道路的另一端会出现体型庞大、毛茸茸的野生蜘蛛，用其可怜的眼神看着你。于是乎，果然每样事情都会有其限度。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呼吸同样的空气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让我们好好珍惜地球吧。
也别忘记了要好好的呼吸，因为氧气的量十分足够大家使用。大家有缘再见。